嘿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原柚，我是阿神 Cookie， 欢迎来到 EUR Studio。今天要再录一点 Minecraft 的东西，然后我们看到左上角，你可以看到我的版本变成 1.7.3。是的，为什么我版本变成那么以前的版本呢？因为啊，我昨天呢、啊，是昨天还是前天？我在巴哈上面看到有一个版友叫做雪狼还是什么来的，他发了一篇那个，就是巴哈上面有个版友寄给他一个。很奇怪的一篇，对，一个关于 him 的传说，然后他就是出来呼吁大家说不要相信他，我们总不能做一些没有根据的事实，所以今天我就照他的信来做，跟他一模一样的事，看可不可以把 him 召唤出来，所以我就特别去找了 1.7.3 的版本，还找了那个 mod loader， 然后把 TMI 的插件装了进去，这样让我可以拍摄的时候比较方便，就可以把东西拿出来，那么。我们就今天来寻找 him 吧。首先，我们先到 single player， 这是我刚刚测试的东西，我把它删掉。然后，我现在 create a new world， 这边打 him， home， him。然后他好像有说他要什么种子码的样子，所以我先看一下他说要什么种子码。我先念一段他的信的文章。你不必知道我是谁，这是你要的地方。你要跟 him 当朋友，别回信，别在板上说出我的存在。我是谁并不重要。你想要 him 的种子码吗？是的，我想要 him 的种子码。这个东西复制起来，贴上。然后目前只有这个种子码和唱片十一跟 him 有关。我在 1.5 到 1.7 常常看到 him。我看过他，不知道你会。你知道的会害怕，你不会想看他。只要你够有勇气，请。
Team， 而且我也是 1.7.3 的版本。那么差不多这次的实况就到这边咯，然后喜欢我的朋友可以在左上角还是右上角上面有一个订阅可以点，然后左下角有一个喜欢可以点，他最近还办了一个 Facebook 的粉丝团哦，喜欢的话可以过去点个赞。那么我们就下次见，拜拜。